在虎年春节到来之际，云南野生动物园七只新生的小老虎昨天呢首次集中亮相。这七只小虎包括五只东北虎和两只孟加拉白虎，年龄最小的双胞胎雌性东北虎刚满2个月，由于虎妈妈缺乏经验，目前呢由工作人员喂养，而另外的五只4个月大的小虎体型则要大一圈。